他说你很乖的，什么没事吧？你请老夫在等着车用啊，休息一下累了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，可以开动了。要等那个车来修理。上次等他先生来修理哦。不上车，不上车，快一点哈、哦！有任务，完成这个任务了。赶着你啊，不上车。好，上车。哎，是你的。是马六甲野新县的旺旺环保站，每一星期两天的环保日是环保志工们最期待的一天。师傅，你带什么来？我带包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马手，这个。脾气很重啊，包点凉茶喝就好了。那不要放茶了，师傅啊，茶能拿。2014年，野心成立了第一个环保站。这个由发心志工所建设的环保站，除了可以集中资源，让志工能回收分类，这里也让社区邻里更加凝聚。就是希望就让这里的志工们哦，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当作是自己的家。做环保身体好，二做环保智慧高，三做环保智慧少，四做环保不烦恼，五做环保生活少。脚利落，整齐分类。难想象，在这个多由老年人组成的环保站里，没有暮气沉沉，却处处透露着朝气蓬勃。没事，我就煮出来吃啦。这样子，这个就是吃玉米啊。我吃一点点是这样。很好啊，很快乐啊，可以认识多人哦，会比较开心哦。来这边吃餐，来不要紧。有认识到新朋友吗？有，很多朋友。我在家只是做家务咯，煮菜咯。怎样？真的，你孤独这样咯？在家里呢，也是打麻将啦，钓鱼啦。啊，无聊在家。老人们口中所说的生活方式，其实就是典型的野心居民生活写照。年轻人在外地做工啊，这些乐龄人士啊，都是啊在这边住在这边咯，啊，在没有什么时间打发时间，在家里咯，这样情况这样咯。而在这个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189人的县里。地广人稀与交通不便，更是成了居住这里老人们的生活障碍。这些老一辈的居民教育程度不高，环保意识也不强。
陈运香，野新县的环保志工，2003年参加了慈济新进志工的回台参访团，让他认识了慈济，也认识了环保的重要。是我不喜欢做环保了，因为它是很肮脏咯，又是垃圾咯。然后如果我的车上有垃圾的时候，我在开车的时候，我一看前面后面没有车，我就会开窗，一开窗的时候一没有注意，我那包垃圾就咻一下丢出去了咯。我心里想，天地这么大，难道容不下我这包垃圾吗？每次听上门开市啊，听到这句话就是讲身体肮脏啊，没关系，只要洗一洗就干净了，我们的心不要肮脏哦。观念改变后的运香开始也想要在野心推动环保，但要接引当地民众却一点也不简单，于是运香想了一个好方法。那么我们去过人家家介绍慈济，然后一家一家去按摩，心里一定是很怕的，有没有啊？我们的主人就是讲，先从熟悉的朋友先做起啦。但是熟悉的朋友一听到我们慈济要去，他们也怕我们哦，又不给我们去哦。所以我作为组长又不可以漏气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地球就是被我们这些哦，我们砍树为了要吃肉啊。啊！佩服你啊！佩服我！推动就是我们去爱啥啦，我们这样一直这样走来哦，就是我认为环保哦会比较适合我们野心，因为我们这边的菩萨是老菩萨比较多，他们也很喜欢做环保，然后这些背包啊，这些要记录的，他们都对他们来讲，他讲拿锄头啊还容易过这样子，还容易过记录。因为努力邀约，开始有民众出来做环保。有了人，但接踵而来的交通问题则是另一个新的考验。所以师傅有时候也要这样子去载人啊，因为老菩萨想去，没有交通啊。邱生娇是野新县的环保志工，每个环保日他都要驾着这辆陈旧的小货车负责接送环保志工。江师姐好了没有？有人有车，环保之夜的推动在野新县好像意外的顺利，只是臭油味，脏油啊，好像脏油啊。出车的时候真的很困难，走一下啊，整个咬住车轮会动啊，因为它毕竟都是整好像四人列车比较老啊。有好几次好像接去见哦，加了半路就不能开化了。不能开动了，第二天我就驾回来又没事了。既不是三家施工才可以哦，因为这辆车也不好驾的嘛，它很吃力的，你知道，因为它很老爷的嘛。手很多人不会驾，这种手应该不容易啊，因为它不是直接这样推上推下，还有推下来又推上来又这样子，有一个一节一节这样子的。
努力摆动驾驶盘，深交从没把驾驶这辆小货车当成是个苦差事。这辆野心仅有的环保车，就如这些来付出的环保老志工，努力尽掏晚年的最后一分力。只是有时候他还是不行。现在是怎样的状况？他可能油不顺了。发点脾气啊！所以这个事后事故要跟他讲子，要菩萨菩萨，这个完成今天的任务，感恩你哦。要休息一下，太老了啦，太老了，先休息一阵子，又可以发动了。你不上车，而小货车也不负使命，在野心县里，它不止载人，更可以载物。这个不打，这个 OK 啊？好的。这里，这书本呢？书本那个没用啊，我读书已经老了。18号了，岁末祝福你要去啊！一年一次的岁末祝福啊！好，要尽量哦。啊，你怎样去？你要自己驾车去还是坐我们的 bus 机器啊？我看到你的啊！没有看到你，我吵你的。是安排哦，你要来哦。讲环保，说慈济，深交也借用每一次再送环保资源的机会，接引当地民众。而这一位前来帮忙的志工李兰娘，就是深交用了2年不断的邀约，终于在2006年被打动，成为环保志工。起初的时候哦，没有的，只是像担着这样哦，晚上带他去毛家分类分了2-3年，就一点。起初的时候邀我都是推三推四哦，不懂怎样要跟他出去。叫我们三个啊，要都不敢去哦。就一步步待了2-3年了，然后才来上课，才我就在做3年的大得了，最才2-3年才真正的出来做。我要出来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这样啊，多谢谢。前面有垃圾桶哦，嗯，他去设哎，骑车跟我讲哦，师姐，我去设会怎样嘛？我说哦，你放下身段哦，人家看你，我们觉得乖乖，就是人家很佩服我们的嘞。很佩服你，是不是？你可以，你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地球，为我们的苦难人民。这是公民意识来呀，我也是看，可能我会出来。资源与接送，深交处理得心应手，只是有人就有事。没有错啊，我们写这里，这也是硬的啊，这也是硬的，还必的是边做边接，边做边接。而一遇到环保事物以外的人事问题，陈印香就马上补位。他是大垃圾桶，我们是倒垃圾，每次向他投诉啊什么什么，他就装那个垃圾。有人要害你，你很会啊。对了，知道你很善良哦，才会来到这个道场，那我们就不要去。什么心情啊？我就听咯，聆听咯，看状况啦，找时机可以的话，就给他一点上门的法，就是这样。师傅会不会觉得自己像垃圾桶？会呀、啊，你讲嘞，你们认为嘞？还好啦，还好啦，也感恩他们肯来找我啦哦。我也是会，有时候会跟他们诉苦啊。像啊，深交啊，也是我会跟他讲啊，印象师姐啊，也是会跟他讲啊。还有我家里的事情啊，有时候就跟他透露一点我的心思哦。
陈瑞群曾在2014年马来西亚东海岸水灾时召集社区志工参与勘灾，但自己却在最后一分钟缺席。这份不得已的委屈，他憋在心里。因为一小孩子。你好孩子讲，我妈妈发生什么事，你吃鸡要怎样复制啦，也是蛮给我们压力啦，对吗？嗯，所以他就没有这气就，你不要讲了，谁叫你讲出来的？不要讲。他跟我讲，他骂他儿子，你这年轻不去站台，我这老你又不给我气。因为彼此之间长达10年的感情，允香知道瑞群心里一定很难过，于是马上拨电话关心。我一接到他电话，我就不知道怎么，听到我声音就哭了哦，好笑，可爱哦，我们的师姑很可爱哦。所以那时候在电话上了吗？现在如果是见面了，你们会怎么安慰？我们啊，一看到啊就笑哦，那我的笑，飞行的一笑哦。不好意思了，真的。没有不好意思啦。一个对内处理行政以及人事，一个对外处理环保与接送事宜。运香和生娇两人各尽所能来关怀志工，这些小小的举动，志工看在眼里，无形中也懂得相互关心，让彼此的感情更加凝聚。大年初三，野心环保志工一起相约到志工陈瑞群家新春团拜。找不来了扶着助行器。2015年1月的一场交通意外，让瑞群必须在吉隆坡子女的家休养一个多月没见，志工心里有满满的挂念。慢慢啦，我小心啦。医生讲三个月噻，莫紧的，我们跟你泰国出国，你啊，因为他不可出去嘛，脚痛，啊，所以他不能够走出去，我们走进来喽。老杨没到哦，你看啊，他撞是撞这边了，这两个老杨没到。刚刚跟我撞到，都没有什么事哦，你看，没有什么坏哦，没有什么事吗？啊，都没有什么啊，好像这边呐、啊，撞到这边呐、啊，这边有一点点扁了、啊，啊，撞了我又倒过去可能了。交通意外当天，野心志工除了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陪伴，更驱车1小时一起到医院送关怀。真的很厉害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就大家的祝福，所以就那种力量啊。所以医生讲要入院了、啊，这样子不给他出院，我们就去办这个入院手续了。办好了，他的儿子又讲要转来这个人来这边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为可以用小车哦。生娇师姐讲来，我们抱他上车。那个医生讲要出院这样子，我不批准了，讲不可以。你们不可以移动到他了，所以你们就跟着 ambulance 一起过来。我们先走，先走到后面 ambulance 就一直跟我们。他先到，当然他要先到了，应该是他要先到了。在医院的时候啊，这样多人来看我，真的感恩他们，真的，我不知道怎样来形容，真的不会形容。那种感动感恩。这次团拜，志工还为缺席岁末祝福会的瑞群捎来了上人的祝福。脸红红了，你看，好红，你看没有？啊，你看没有？啊，你看没有？啊，这边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疤。啊，来，给
我才讲哦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才讲，我没有收到上人的祝福。真的很感动啊，真的，不会形容啊，形容不出来，不知道怎样，会有这样好的那个姻缘那时候。所以我们见到他，实际上见到姐姐妹妹这样子了。来了，你看，都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没看。一两个月就觉得好像很长的时间没有见到这样，好像很久没有见到家人，啊，见到都很高兴。我以前还用白点做，所以我谈心哦，今年哦，我以前阿老妹啱啱攞材料去，啊，啲女咯，啊。我们全女的，我们全女的，哦，全部多哦，全部全部，嗯，啊啊，对，当时是我们很单纯，只想，环保物拿来变卖做好事，后来做出来一直演变，而且又感觉到好像这事情需要我们呢。其实做环保是蛮容易的啦，只要肯弯下腰，出一点力来做环保是很容易的。关心人这一部分，人与人之间这一部分呢，是最难经营的，是需要很用心去经营的。诚与情的带动，让志工学会彼此感恩，这一份贴心的陪伴，也让志工找到生命中第二个家。啊，很像姐妹咯，大家庭，大家庭呐、啊，也像法亲，也像姐妹。我真的在中国不知道什么真的有这样好的家庭哦。心中很感动哦，很安慰哦，就是很觉得哦，我们的法亲哦，真的是哦，比我们的亲兄弟姐妹还要亲哦。爱和关怀，你不想每个人都是要爱的。包括我在那想要关心我们就关心人家，我们关心人家一分呢，反而回报我们更加多十分，所以那种循环哦，不可思议的。做环保不仅让物资透过回收找到安身之地，让志工找到心灵的依靠，也让人与人之间透过一己一食串联起彼此的感情。